时间12月23日，英雄联盟德玛西亚杯西安站的比赛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天的决赛，由胜者组一路晋级的 TOP 对阵败者组杀出重围的 IG 比赛，赛制为 BO55 局三胜制。胜者组的 TOP 拥有优先选边权， TOP 阵容上单甲克斯达也，青钢影中单甲里奥 ADC 席维尔辅助莫甘奈， IG 阵容上单剑魔打野赵信中单艾瑞利亚 ADC 卡莎辅助锤石，6分06秒 TOP 在中路发难，单 IG 的打野赵信抢先在下路帮助卡莎拿到一血，中路 IG 的中单刀妹被青钢影击杀，双方人头打成1比1，11分38秒下路 IG 一波声东击西击杀了没有防备的莫甘娜，solo 小龙的青钢影帮助队伍拿到了火龙 BUFF。 与此同时，上路 IG 打野赵信试图 gank 贾克斯被反杀，13分45秒 TOP 在下路拿到双杀，但上路 Jax 也被赵信 gank， 由于之前激进交出闪现导致这波没有保命技能被杀，15分02秒双方在峡谷先锋爆发混战， IG 通过刀妹的强势收割能力打出2换3。与此同时，中路的 AD 对拼 JKL 卡莎单杀了西维尔，20分58秒 TOP 突然发难，加里奥反手嘲讽闪现开到卡莎，贾克斯收掉卡莎后获得团战胜利， TOP 打出一波0换2的团战，24分44秒双方团战互相切到后排打的最后收割的局势时，状态更好也更强势的贾克斯直接将 IG 团灭， TOP 再次打出一波3换5的团灭，27分32秒加里奥与武器直接切入后排武器，单人击杀了卡莎并完成收割，刚复活的锤石也只能望风而逃。